我是熱烈祝賀香港選手江文蔚在巴黎奧運勇奪金牌，為香港帶來第一面巴黎奧運的金牌，香港人都為他引以為傲。江文蔚在曾經落後1-7的情況之下鍥而不捨，後來居上，充分展示了他的無比努力、毅力和決心。在他打贏了之後，他跟我們說他在後來居上的心理歷程。他說他要打出不會放棄的香港精神，他會打得好看，為我們而打。我很感動和鼓舞，因為他的確令我們很驕傲。文蔚，你完美地打出了不會放棄的香港精神，你打得很好看，我和香港的居民都看到和感受到你的心意，我和香港的市民都多謝他這份心意。我再次在這裡祝賀他，我亦都在這裡祝願香港各位運動員可以盡展所長，獲得佳績。